来吧，我的小伙伴们，今天带上咱家的小鲨鱼，嘿嘿，这个东西是我在淘宝上买的啊，也是一个赶海的工具，出发赶海喽！刚一来到海边，看到没？嘿嘿，这里就发现个好东西，哇塞！哎海，哎海，哎海，我咬住你的小尾巴！哎呦我去，它还想跑呢，哈哈！看我给它反杀掉啊，收走！这神奇的大海啊，嘿嘿，总是有那么一些小可爱啊！哇塞，看到没？这里。发现一个海螺壳，你看这小花纹，嘿嘿，一层一层的啊，跟一座山一样，看到没？跟一座山水画一样啊，特别的漂亮，特别的精致啊！送给咱们家点亮红心的小伙伴，这个东西那肯定是不用讲了啊，嘿嘿，猫眼螺你们都见过的，哇，这里面除了水就是水，哇塞，你看这小肉特别的精致啊，特别的精美，咱们给它洗洗，回家直接红烧了，哎，里面就没有沙子了啊，不洗的话里面就有沙子，收。这里又发现一只。迷你小八爪正在打洞呢，哇塞，看到没？哇，你看这，哇塞，你看这小犀利，我去，旁边的石头，你看，哈哈，哇塞，这个好啊，哎，咱们给它回家，放在猫眼螺里，一起给它红烧掉啊，嘿嘿，这就是爆头啊，好久没爆了，好久也没见这个东西了，哇，收走收。在这片礁石上啊，发现了一个派大星啊，这个东西它其实它叫五角星啊，不叫派大星。这个东西里面全是黄，特别好吃，大家给它收走收。这一片小潜水坑里啊，看到没？哇塞哇塞哇塞，发现了一条蝴蝶鱼，哇，你看看，它的小样子好可爱，咱给它收走收。哇塞，这里又发现一个，哇塞，这什么尾巴？我去，好漂亮啊！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哇，站不出来，啊，我的天哪，哇，喜欢的，我的天哪，给个双击，看我直播。不行，我还得是用夹子吧。哇塞！